史上最快恋综塌房，怦然心动二十岁三号嘉宾曾晨晨被曝知三当三。事件爆发之后，曾晨晨本人回应，因不实传闻给我造成巨大困扰，本人决定退出怦然心动二十岁节目，还流传出一段录音。据悉，网曝多张微信聊天截图以及录音，疑似指曾晨晨破坏他人家庭，要求男方和老婆分手。就是、刚才曾伟不是过来吗？然后他就要跟我干那种男女之事嘛，他就说他最近这两天家里在吵架很烦，然后我说其实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啊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就装嘛，这样就让我很为难。然后我不回家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跟我老婆离婚的。然后他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跟着我，你也知道我跟我老婆的故事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反正意思就是他要回家陪他老婆睡觉，因为他老婆最近跟他生气。然后我就哭，我他妈赖得很，看谁比较脸皮厚嘛，看谁比较赖，我他妈赖死你。